呼，呼，よし。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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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嘿，哈哈，嘿，哎哎，一下，一下，哎，咔嚓，啦，那一下，嘿嘿嘿，最高です。ジョジョ。Hello， 大家好，我是沙皮，欢迎来到 UGS 频道。我们今天呢，要再去这个《魔镰世界：冰原》的影片系列啊。那么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一套，就是我一直以来没有跟大家分享过的一个大件配装哦。这个配装呢，它算是一个比较基础值的配装，不管是刚入坑的新人哦，或者是你玩很久的人，都是可以直接把它配出来，而且它所要求的珠子啊及装备啊，都不是那么难。当然，这一套装备它的配置前提是你必须要到达 NR 100之后才配得出来的。那么这套装备呢，我们会用到哪些配装呢？来给大家看一下、首先我们的头部呢，就是要用我们这个基因嘎罗罗的这个头盔，也就是我们这个天地黄体龙头盔。然后胸甲的部分呢，则是用我们大马士革的这个胸甲。手部呢，则是我们精英狂纹腕甲，就是我们的监视灭尽龙的腕甲。再来就是一样，腰部是我们监视灭尽龙的腰、脚部的部分呢，则是我们这个精英轰吼，就是我们黑轰的脚部。全部除了腰部以外呢，全部都是贝塔的部分。护食的部分呢，则是使用我们这个达人护食哦。衣装的部分就看每个人习惯去携带就可以了。像我比较习惯就是本身衣装嘛，然后再配一个不动，有时候也会配这个滑空或者是这个回避，这个部分就看个人。那我们这次使用的武器呢，则是我们的这个灭鬼凶器，也就是监视灭尽龙的大剑。那这个监视灭尽龙的武器系列啊，其实我们在之前的某一期推荐14把好用的武器当中就有介绍到监视灭尽龙武器。它的优点在于说它的白斩很长，攻击基础系数也不低，属性属龙属，然后有龙风力大，所以基本上呢，监视灭尽龙的武器系列啊，算是还蛮泛用的，刚好也跟我今天所要推荐的这个装备的珠子有相对应到。那么珠子跟技能的部分啊，其实蛮简单的，主要的技能就在于说看破，然后挑战者以及我们的超会跟洛特攻击的部分，这边会提高基础攻击系数以外呢，还会再给予5%的彗星，唯有把这个彗星堆到100的主要技能。都是在这个看破挑战跟这个洛特的这部分，只要有这三个技能呢，就可以把这个整个彗星率直接弄到100%。但是助技一定要软化魔的部位，这样子的话才可以到达100%，不然的话基本上没有软化的话是只有80%。再来辅助还有生存的部分呢，就在于我们的体力增强，还有我们的集中这部分哦。四级珠的部分啊，我们是可以这样做调整的，像这个缩短体力啊，如果你不要这个缩短是没关系的，我们可以把它拔掉，然后直接使用一颗体力就可以了。因为呢，基本上集中二跟三其实没有差很多，只是刚好有这个机会我才把它换成刚刚所谓的缩短体力珠。挑战体力这部分就比较要求了，但是呢，如果你没有挑战体力的话，这边的抉择呢，我会个人是偏向于选择这个挑战者。当然，如果你比较怕猫车的话，那我们就可以把挑战给舍弃，选择体力。当然，彗星这部分呢，就必须要来克制彗星来去弥补这部分了。那超星回避珠这部分呢，我会建议就是以超星为主，包含下面这颗超星加护也是哦，都是以超星为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进入实测的部分哦。我接下来会挑几个对于这个装备值得去测试的一些部分哦，顺便让大家好了解一下技能上的一些差异性。像是这一套目前啊，我们就集中的部分好了，像现在是集中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集中的速度二跟三到底现在有没有差别哦。那主要我们都是以这个续三为主好了。好，这个二，然后准备来续三。好。这个是集中二的速度，好，接下来我们来测试集中三的速度哦。好，一段，二段 ，OK， 三，喂。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两边比对影片哦。左边是我们的集中二，右边是我们的集中三。然后可以注意到我们右边的集中三会比较快一点点。那我们看一下慢动作一下。好，首先左边。哦，蓄力的时候会发现右边的会慢慢跟上去，但是整体性上来说并没有说差很多啦，我觉得是只有一点点。但是如果是追求极限的部分的话，这个一点就差很多了，所以这部分呢还是看每个人怎么去选择啦。哦，
的，那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关于这一套装备它的输出数值哦。这个测试的内容呢，主要就是我先以不吃任何的药品来做一个数值的测试。在这两种测试当中呢，会分别为有软化和没有软化的数值哦。那么我们首先就是没有吃药品，然后呢，目前的配置是这样子，一下哦，226，嘿咻，神蓄力斩609，嘿咻，哦79。哇，1249，好，这个是非软化的时候的一个状态哦。好，我们来测试一下软化的一个状态。好，第一下239，嘿咻，哦646，嘿咻，我114，哇1288。好的，那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在没有 buff 的状况下，我们无软化在出刀的第一刀是226，那软化是239，那强蓄力的部分则是609跟646，真蓄力斩的第一刀则是749跟114，真蓄力斩最后一下呢则是1249跟1288这样的差距哦。在没有药品的状况下，它的差距其实就还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有 buff 的状况下，这个攻击数据会不会差很多？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将补品吃一吃，看一下它的攻击力最高数值可以撑到多少。首先我们先喝鬼人药大，鬼人粉尘撒一下，好，再来怪力之种吃一下。好，目前的攻击数值到了1675，好，256，哎咻，蓄满497，哎咻，哎咻，哦一二，哇1377，哟。哎咻，732，哎，1462。好的，那么在有吃补品提升攻击 buff 之后啊，我们会发现它的数据明显差异变得非常非常大哦。毕竟加机攻之后，这个趴数累积上去啊，那个会心率这样算下来，是真的差异蛮大的。这里唯一比较特别的是在这个真蓄三的第一下吧，这第一下软化的这部分，可能是跟这个打击的接触面有关系吧，不过不确定。但是总合起来啊，光是这个软化还有无软化的20%的差异就真的非常非常大。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这套装备它的一些测试内容，还有一些它的配置的方式哦。这边再稍微提一下好了，像是武器的这个部分啊，我会建议就是你可以克制一个回复，剩下三个呢，你们可以克制彗星，或者是在克制这个攻击，这个都是还蛮不错的一个选项。那基本上呢，这套算是一个比较好配置的一个装备，这一点上面影响最大的呢，还是这个武器的部分哦，因为监视灭尽的武器好配置嘛，这样子的话，整个技能呢，还有装备上的搭配会比较轻松一点，所以不管是在单人或者团队战斗上啊，都算是一个蛮好用的一套装备哦。如果你是大剑的爱好者的话啊，这一套装备我是真的蛮推荐的。那今天大概就先把这一套一直以来我忘了分享的这一套装备呢分享给大家，然后如果想要参考的呢，欢迎参考或者去改造都可以哦。好啦，那我们今天影片大概就先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如果觉得今天影片不错的话，欢迎按个赞，并且把它分享出去。如果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也欢迎订阅并且按下小铃铛，这样你才可以收到我们频道的第一个直播和影片的更新通知哦。好啦，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啦，我是沙皮，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拜拜。